披萨这档料理真的是不稀奇，但如果能在北京吃到意大利师傅手工现做的披萨，就很吸引人了。那披萨是一家由意大利人开的餐厅，店中的披萨面皮都是现擀现做的。意式披萨最大的特色就是饼皮特别薄，这样不仅能吃到酥脆的口感，更能不喧宾夺主地抢走其他食材的风采。来到这里，一定要试试最传统的玛格丽特，没有多余的调味，没有复杂的配料，就是单纯用各种制法的起司相互融合提味，让你吃到意大利正宗的口味。